大家好，我是依婵。今天依婵想跟大家聊聊，妈妈是个美人，岁月你别伤害她。师父说，神无处不在，于是创造了妈妈。只有妈妈心疼你所有的经历，做你最安心的避风港。也只有妈妈会不求回报对你好，始终如一把你当孩子宠。善待家中做母亲的人，就是一个家最好的福报。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。每个女人都曾是如花美眷，只为被叫一声妈妈，就变得无所不能，忘了自己也需要别人疼。每个女人都曾有灿烂青春，只为家人浮现的笑容，就辛苦操劳大半生，才发现岁月爬上了皱纹。在一粥一饭里撑起整个家，在一针一线中奉献全部啊。曾经牵着你的手，如今已老茧纵横；曾经扛起家的身，也逐渐行动迟缓。最痛不过岁月无情，最恨父母白发双鬓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人活着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赚再多的钱，都不如陪在母亲身边。常回家看看，哪怕简简单单吃顿饭。想送妈妈康乃馨，妈妈嫌浪费；想请妈妈吃大餐，妈妈说外面不如家里香；想送妈妈礼物，妈妈却说一家团圆就是最好的礼物。但有句话一定要记得送，祝世上最美的人母亲节快乐，愿时光能善待深爱之人，愿天下母亲都平安喜乐。我是依婵，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，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，希望依婵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晚安。